循着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。生活不易，打工人叹气，这2022年也太难了吧。可即使这么艰难，大家依旧在努力生活，却只有怀宇乐团在持续摆烂。这都过了半年多了，才有10首歌登上某音热歌榜。这些歌曲有的可以说是实至名归，有的却深陷超级风波。到底是哪10首歌上榜了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10名一路生花，这首火到央视的歌，如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突破了38亿次的播放。但也有不少人觉得歌曲和阿兰2017年发布的《不负人间》高度相似，这事儿都拖了大半年了，要不歌手你啥时候出来回应一下？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，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，指尖的樱花如是血水9名如愿。每次天后王菲来演唱这首歌，都觉得歌曲被注入了灵魂。虽然这首歌后来还被很多歌手拿来翻唱，但除了杨丞琳的这一版获赞百万之外，好多人都说再也没能找到可以获得大家认可的版本了。如果说你雪飞红起，踏破云烟，泛水千山之间，几位国风音乐人也想为冬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就共同创作了这首小神曲，当传统国风与 rap 结合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拿下了近24亿的播放。飞红起，踏破云烟，万水千山之间，残霜饮雪如十年磨一剑，且看我一骑当关，敢叫万夫莫开。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。6名人世间，歌曲被同名电视剧带火之后，人们才注意到这首歌和如愿、孤勇者一样，都是作词人唐田写的，难怪每句歌词都透出的人生感悟都那么的刻骨铭心。若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在妈妈老去的时光，听她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床，想要透光的书法和少年的光。5名我想要，这首之前就很火的网红歌，却因为想要雪白的姑娘的歌词而被网友吐槽土漏，但经过杨宗纬改词翻唱为想要透光的书房后，瞬间高级了不少，歌曲也一度获得了165万的点赞。我想要现实的真相和爱的幻想，做成青春的放量不轻微的伤，我想要彩色的欲望和夜里的光，捕捉我坚强的世界有那么多人。4名这世界这么多人，作词人仅凭这句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，就把歌曲送上了电影主题曲的宝座。而歌曲在今年春晚被韩红老师给翻唱后，更是直接带火了。远光中走来，你一身晴朗，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。2名爱你，浪姐怎么也想不到王心凌在今年能如此出圈，本来是拉来当炮灰的，没想到网友们为送王姐出道各种买股票，看来只有资本能打败资本了。